我吃麻油甩麻油甩。南部的灵异现象，哎，你会有什么的事情即将要发生喽？是鬼呀、啊！还是你刚刚去参加了面粉杯的吹乒乓球比赛呀、啊？不然，我这位太太的反应吧。小姐啊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，我们的主角都还没有出场你就已经吓成这样了，早知道我们这么容易吓到你，我们弟弟就我看你啊得赶快回去安胎喽。我怎么人民都没有啊，小姐啊，人明明就在你的左后方，你一直往你的右后方看，哎，当然嘛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是那个演咒怨的小大咖，我们可是请不起的。不要说，如果你有心脏方面的疾病，要告诉我们呐、啊，否则万一来不及叫救护车，都不太好。很有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应酬造成的负担。哎，这个方法有效吧？我看了、啊，他现。